得呀。宣誓主权嘛。第二点，台湾民政府不是诈骗集团呐、啊，全世界够人诈骗集团盯一个报纸，讲这大片的，敢有？敢那无呢？所以我定在这个所在，甲各位宣誓，甚至讲几啊摆，台湾民政府到今日为止，没有募款，没有捐款，什么人有咱有向伊募过款？没有呢？什么人哪有甲讲捐过款？没有呢？啊，所以伫网络哇，讲我即摆足好个啦，我摕遮个钱吼，拢是饲查某啊。讲这句话是足夭寿的，害我吼、哦，十九年来哦，害我十九年来哦，我太太过身以后，到今日哦，我唔敢去交女朋友咧，我就惊人讲啊，所以哦，变成女色都不敢靠近了，安、啊、有可怜不？阿免、啊、拍手、哦。啊你好，您家嘛足嗨呢吼。所以讲，台湾民政府不是诈骗集团，因为啥嘛？第三点就是国民党也好，中华民国也好，唔敢对咱台湾民政府这个团体做刑事以上的处分。你美国甲我讲诶，报到顶里啊，顶两礼拜啊。什么人叫你去？无呢？啊，无人每一摆你受训的时阵哦，有人来拢个讲，哦，我要来这上课哦，阮家隔壁哦，厝基隔壁哦，甲我警告呢，你连咪叫你去？我想想哦，到今日为止，无人叫你去，没有呢。因为咱台湾民政府三个主张：第一，我们要求遵守国际法，什么国际法？要求不管是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中华民国也好，你要遵守国际法。什么国际法？战争法，就是咱和平条约。古今说和平条约安怎讲？你照安尼行，全世界48个国家讲的嘛，51个国家签字，48个国家国会通过的嘛。要遵守嘛。第二点，咱讲我们不用武力，不用暴力，咱不爱用刀，不爱用枪。我坦白讲，咱前几期嘛有学员甲我讲呢，秘书长，我们干脆来革命比较快。我吼有法度去买着枪呢。我甲讲哦，你买枪，领导的代志。我搁在声明，台湾民政府唔免买枪，唔免买刀，用什么法律就好啊嘛？咱的法律甲告甲奥巴马都爱派因小弟来跟咱讲的，嘿，有一点良心呐、啊。所以，即马自从咱2002年十月二十告美国以后啊。有真济咱现主席今日社会团体啊，还有独派也好，民进党也好，拢讲很奇怪呢。为什么美国敢那跟你林志升联络，啊，拢不被台湾联络？不是敢那跟我联络了了，各有两个人哦。第一个，咱的主秘代表，咱的副主席蔡明华冇联络啊，含咱的主席李志鹏也有联络啊，唔是跟我联络了呢。还别讲，咱的内底还阁有另外一个也有联络呢，只是我无方便讲出来尔呢。所以陈志忠的情形，我会当甲各位判断，你的论述若唔对，无完全照国际法的时阵啊，美国太别甲你联络，你想看咩？伊若别甲你联络，坐落来去，两个先变台湾的地位到底是什么？今日大家拢坐伫遮的时阵，你敢想看卖啊？台湾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所以，咱民政府即摆伫进行遮个工作，你唔通甲我讲民主，因为咱要过去军政时期。啊，军政时期，什么人决定？简单啊！咱台湾，咱这个民政府内底有一个决策委员，
二十一个各级委员，而且还有二十几位烈士，四十几位、四十五位。咱无伫投票的啊，嘛无伫表决的，无讲一个案讲哦，赞成 A 的请举手，赞成 B 的请举手。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军政府占领者的意志通知咱，能告知大家人。你有意见呢？我们记下来，过再回报。安尼娘娘，啊，你如果实在不同意的，你离开嘛，跟刘易如同款嘛，伊要征所税，我甲各位讲，全世界征所税拢有啦，干那台湾无呢？唔是台湾，中华民国无呢？现在不应该，他的例子很好啊。郭台铭去年交易十几亿，交两百几万的税金，啊，那照刘易如迄个方法，十几亿交的税金是九千多万呢。各位，迄有啥物唔对？这台湾人就推的，伊个煽动遐小额投资、中额投资的，甲反对，甲反对。你遐小额投资还是中额投，唔知家己是家己自跳，这个迄个陷阱哦，家己要跳要死。台湾人的经营就是安尼啊，这台湾人的经营，政所会有什么不对？台湾民进党的执政绝对执行，我跟你讲。后去赚十亿，交两百万的税金的，安尼应救无钱的嘛是应救无钱。那台湾民政府执政赚十亿，交五亿上少，好不好？有一点良心呐、啊，赚十亿交两百万，啊，这样个步步甲伊落台，这中华民国体制嘛。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国，所以有钱的入钱，散的入散，散给恁四上好。你做路你家己也搞不清楚啊，唔是干那恁娘呢？我每一摆，咱伫这个所在公布的代志，拢是美国军方甲咱讲，还是国安局甲咱讲，啊，不就是 CIA 甲咱讲。伫今年旧年的十二月三十一万人会，我已经讲过。马英九赢八十万，迄阵有几人相信？我相信在座啊，一月十四去投票，一定足多个，我也免问啦，绝对足多，因为大家惊嘛。要我想，若国民党调的是要安怎啦？你无想讲，你登迄个票是予中华民国这个生命继续延迟下去，延迟到？有一天你退役，你做事为止。咱国美国，你是主要占领全国，在旧金山和平条二十三条，主要占领全国。你叫中华民国来代替，是安怎？中华民国的部队，拢用伊的 logo 做兵，有的 logo， 遐一粒，你拢捌做过兵，查甫拢捌做过兵嘛？迄、那个帽仔顶悬有一粒有无？你是假扮美国吗？你是主要占领全国吗？咱甲美国讲，你若无清醒，我要甲你告。美国去年，为去年的七月七日下令，中华民国部队所有的 logo 拢啊摕掉，到今年六月三十为止。差不多为即摆开始，一年前我就直接宣布啊，嘛不爱相信呢，是美国人甲敲电话给我。秘书长，我即马伫屏屏东的迄、那个什么机场，无啦，毋是长治啦，什么治机场，迄老婆拢伫咧呢。哦，我即马宣布都马上要甲摕掉。我宣布拢是提早宣布啊，啊，但是过一个月以后啊，家己去敲电话。为啥呢？秘书长真正呢？迄飞机顶管的建造机的飞机，迄个 logo 拢摕掉呢？我讲的每一句话拢绝对是对，但是我咧讲的时阵，伊遐就甲网络顶管就甲骂讲我是骗子啊，碰风啊。但是经过甲今日那摆，我讲我骗子。汉光演习，所有的建车拢无 logo， 敢无看？
民视翕甲足清楚啊。什么杂志？电管有种个中华民国迄部队啊，迄个 logo 嘛拢贴咧。啊，若唔相信哦，恁去路去看麦，然后穿兵啊衫，你甲看麦，看有迄只无？拢无啊。兵啊，无啊，迄个有几多啊？啊。哦，用印的，啊啊，哦，安尼吼，用印的呀，哈、哦，这吼免偌久啦，还袂六月三十啦，以后阁有几工好难活啦。我甲你讲，啊、哦，好，用印的，迄是你骗人的嘛？因为咱只要自家拉，一个印，一个骗，六月三十以后，一个骗看麦，飞机嘛拢摕掉啊？为什么？你美国是主要的占领权国，你应该美军在这个所在，不是中华民国军队在这呢。啊，美国看到倒起来。反正话到倒起来。今日美国什么都无你惊，伊武器足好诶，干那惊咱尔。因为咱是比太厉害了，因为咱用去比比，会够甲予伊总统会甲弹劾落来呢。奥巴马派人小弟甲咱讲啊，哎，我又卖过过啊啦，阮过过你选举啦，我你选举同款啊。你台湾，你今日身份证已经发啦，你讲了身份证，恁拢大家拢无敏感着。即边漳州日去 WHO 啊 ，HA 啊，迄、那个卫生组织有啊，邓来有啊，迄啲电视监管啊，迄参加的人安怎讲？我甲你讲，你就听有啊。提一本中华民国护照，讲这一本没有用呢，反而身份证才有用呢。各位，这句话你呐也要听，也要看，你就知影在讲什么代志。迄、那个人要讲唔知咱的身份证呢？但是迄张身份证顶管是写中华民国，迄欧洲人呐，中华民国这个汉字伊呐也要看，我跟你讲，马上就阁无呀啦，爱做一张才有用。咱迄张呢，内底写英文台湾 government， 迄张才有效啦。啊，你免怀疑哦。啊，在座你即马有申请一张，你举手我看麦，我拢有啊嘛，好手呀，趁空诶，我嘛有啦。你无申请啊？你无你举手？哎、欸，你都这拜托诶，要食物件都爱家己去摕呢。那我讲诶，人上来到你诶面头前哦哩。哎、欸，嘛赶快你爱家己申请啊，伫楼骹尔，近啊尔。1000块，对，1000块，咱爱当讲骗诶1000块尔。你还知影哦？咱是政府哦，我们不是政党哦，所以我们不收费呀、啊。那我讲政府你讲收费，其除非讲啥税金嘛、啊。但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老百姓唔免做兵，唔免交联邦税，这是一定的呀、啊。虽然搞美国讲几啊摆啊，你也执行啊，美国的法律嘛有判决啊。因为2009年的4月初7，美国的高等法院 Appeal Court 已经判决5点，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本土台湾人还阁生活在政治的连接，这政治的连接你唔知看有无啦？什么叫政治连接？就是你要去选举啦，你去要扣掉咧，就是讲你是中华民国的人，你替伊选举，和伊的政权去维持。啊、你看台湾人有退啊！啊，唔唔，我讲这個，我先讲完再来讲。第四点，美国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这个原告。第五点，美国的高等法院承认，听好啊、哦，承认美国军事政府还在占领台湾中。这五点。因为这五点，所以美国国防部、美国的国务院拢爱按部就班来执行。选举的时阵，我讲美国未给中华民国去本护照，免签证入美国。大家嘛，我想，迄阵马英九哦，我们很快就拿到了。
结果我有先讲，迄阵还未讲以前，我就讲啊，我讲美国的司法部、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不同意。落尾啊，马英九宣誓，马上传来消息，讲参议院驳回，有无？即马五吨一啊，迄天来食了无好势，佮讲哦，十月份开始啊，会给台湾免签证，会听清楚呢？给台湾免签证哦，唔是中华民国免签证哦，给台湾免签证哦，我都想无啊呢。迄本护照顶原是写啥物物件？中华民国呢？啊，台湾是啥物人？是咱迄个身份证写台湾呢？啊，是啥物人免签证？台湾民政府啊，澳洲嘛要马上要予咱去啊！我甲各位讲，今年的九月，可能八月底，都有一个国家会发表，予咱用台湾民政府这个身份证啊免签证入去。安尼不好吗？咱的身份证是美国国安局、美国国防部叫咱做的呢。这张身份证不是在台湾印的呢。迄、那个推下面啊，他都话迄个啊，做总理的讲，迄人我不爱讲啦。因为迄人根本都拢用假名嘛，这个要改死啊啦！喜欢要改死，伊用一个名叫做李英姿啦。去予迄个印刷厂，迄、那个印刷是甲咱印啥？印名片，啊，甲印一寡咱的简章遐物件公司啦。这人咱喜欢来予印，这人是残障的女士，家己单独饲一个囡仔，即马初中啦，很辛苦啦。咱的物件予印，这个伊讲的这个人啊，用叫做李英姿这个名。去甲骗哦！我公司吼、哦、有一挂物件要予你印吼、哦，啊，你来报价哦。啊，刷咧呢，伊就人迄残障迄个女士吼、哦，真故意，马上甲报价吼、哦，电话拢留，夭壽呢！这个人哦，雄雄讲甲写一个 mail 甲讲吼，哦，你是参与诈骗集团林志升讲用迄个身份证讲印的单位啦。公单是诈骗集团啦，啊，迄人是共谋啦，哦，哎、欸，残障的人哦，他们坦白讲啊，心里都比较脆弱嘞。好、哦，看了迄个片，考个明明白白。了呢，伊马上将这个片去甲三民分局、甲电信警察报案。甲告，啊，了甲咱通知，我支持。我你那个狗哈，要去换伊的时阵吼，我听好提供咱和美国国防部下卡的公司所签的合约书，伫咱的决策委员会通过，由咱的主席曾根啊所签的迄张合约书啊，我愿意，迄是拢原文的啦，我愿意提供给你。啊，无开始哇，伫网顶哦，别讲啊，讲哦，咱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身份证是台湾印的啦。拜托哎，来这 IC 版，来这三粒 IC 版是免咱台湾要自己印呐、啊，免咱自己，迄是要入去美国的，诶，这个啊做海关的呢，迄移民署的呢，迄免咱家己印呐、啊，用脑筋很清楚的脑筋自己去想嘛，怎样可不可能呢？都是有这种的人，啊，所以有的人，所以他都要装力讲个气噶。我讲，哎、欸，庄你未免这种生气太不值得了。脑子考到那这简单的人，因为这样子要离开，欢迎离开，一点都不会挽留。你应该妥协嘛？怎样？台湾有法度印迄个身份证吗？你甲看咱来，咱若有那样的身份证，你甲拍开看麦啊？是的，是的，你就怎样？迄防伪里面做的多好，什么人都没有办法伪造。因此呢，我不要各位知影，越靠近成功的日子，外面对我们的诋毁也会越厉害。啊，你都爱做判断，你自己要判断。啊，有人嘛讲，哦，每一个人你受恩哦，交5000、交6000、交10000，各位，
迄钱毋是咱台湾民政府收的，各位恁交的钱是参加这个民宿这个头家办的水月园花园农场的头家办的呢。我们干部参加嘛，赶快要交3000块呢。我们没有占谁的便宜呢？无呢？啊，你想讲你若安尼，有当时啊人较侪，有当啊人较少，啊若较少啊，赚钱的时阵要安怎？尤先生出来呢？所以各位你也知影，今日咱台湾民政府这个干部，今日是阮这上课没有中等费呢。啊，要去开家己的钱呢？啊，你看世间有这款戆人呢？不，台湾人这款戆人愈来愈侪啦。啊，过来就讲咱各位啦，各位，咱参加台湾民政府，你有当会想讲啊，我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台湾民政府的核心？你安尼想嘛，对不对？啊，你要怎么样进入台湾民政府的核心？很简单，我跟你讲，我讲这无方无迄、那个无迄个秘诀啦。啊嘛，真简单，要他加入核心，你多参与嘛。三不五时你就常常来嘛，礼拜嘛好，咱就每两礼拜有一期，你爱家己主动啊，你一定爱主动来拍，熟悉这个总理，熟悉咱的议长，熟悉咱的干部嘛。同时，你爱家己自我推荐，我能够做什么？你若讲你会当做什么物件，主人你会有机会，在咱的民政府内底变成领导嘛，所以咱无选举嘛，咱毋是讲公民投票嘛，啊若公民投票，啊毋着阁后摆阁请民进党迄种诶，人头党员一堆，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no， 我们绝对不要那一种民主。所以，伫即个军政时期诶时阵，各位你免压钱，你免饲部队，饲你家己倒。伫咱上课，较接来咧，含大人熟悉，咱有真侪干部拢是安尼提拔上来。因为安尼大家都知影讲，哦，啊，你专长啥？你请蒋维文教授，台语文一流诶。伊讲，我台语文很好，我将来对于教育很内行，我可以招教育部长，很好啊。咱就讲，甲每一个曝光啊，这个就是阮后摆教育部长。我无咧选举啊，我免选举啊。美国甲我讲 ，Roger， 你不能入阁，你只有能够去掌握国家安全参谋会议，因为你不能让将来的台湾变成共产党。我就听从命令啊，我就做国安局啊。我就换秘书长啊，啊，我感觉安那没有啊，很好啊。台湾就是希望有一挂有专长的人背起你啊，这是咱台湾民政府的规则，跟咱台湾民政府的原则，关键就是安尼啊。讲到台湾的地位，来，我搁一个，你咪苏贞昌讲一句话啦，来，我逐摆拢爱甲各位问者，目睭起起看见嘞。听清楚啊！我讲一个问题哦，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再讲一摆，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你压手，啊，唔对你压手，拢爱压啦，拢爱压啦，对唔对拢爱压啦，啊，手放啦，我已经无法度甲恁骗啦，表示说这种嘛无法度甲恁骗啦，但所以从就职的先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呢，哦，大家拍手拍个。夭壽哦！我应该咧阿讲哦，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下啦。那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下，知影讲这唔对。台湾那是台湾人的台湾。国宾饭店你住伫国宾饭店的人，你若讲是你的歹势哦，你的国宾饭店的所有权你摕出来，没有所有权啊！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啊，那唔是你的。你所有，你若讲是你的，啊！你台湾人将台湾的所有权摕出来还款，摕出来无？摕不出来嘛？啊，走一道。你上过课，你袂当安尼讲，人家要听咧，你嘛拜托。
伊讲日本天皇是对啦吼，啊，但是为什么？1895年4月17号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里底安怎讲？大清帝国大皇帝和大日本帝国的天皇签订以下的条款：第二条，永远割让台湾和台湾群岛周边的群岛跟澎湖给日本天皇。啊，这有人看无呢？咱读的册是写啥？割让给日本，是不是？其实日本和日本天皇有共款无？绝对无共。我问你，你甲恁后生有共款无？有共款无？这你知影呢？讲到你的代志，你拢知呢？啊，讲到天皇甲日本都不，两个都差不多啊。无共款就是无共款呐。日本天皇归日本天皇，啊，日本天皇伊摕到这个台湾这个土地以后，伊就交予一个总督来管理。啊，日本的另外四个岛，迄福海岛、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伊就交予伊的总理来管。这个情形，我讲一个例，你就听有啊。我有一只车。过好好，咱的黄州长，黄州长，黄州长，阿妈问你，这架车的所有权变作啥个？黄州长的对不对？啊，那因囝伫边啊讲，啊，阮老爸就是我的，对不对？黄州长嘛未同意，我的就是我的，甲阮囝还佫卡住，伫遐讲我安怎，以后我要予你，迄另外一回事啊。这道理足简单的啊。台湾人听无呢？啊好，日本天皇有这块土地以后，伊瓜交予这个总理来管。敢若伊将这架车，伊无要使，伊交伊后生使，伊后生去共弄掉。敢若是日本天皇交予首相东条英机，东条英机欢呼的去发动战争。同款啊，因后生推这架车去人弄着，害人弄着，安那爱赔，啊要赔时阵，因后生讲，我真简单嘛，我这架卖卖来赔你嘛，会使无？啥那袂使？爱人弄着啊，要将车卖掉，要将车甲卖掉来赔，那袂使，因为唔是伊个嘛。啊那要卖，爱问啥物人？问因老爸嘛。啊，这老爸啥物人？日本天皇嘛。这有简单无？美国人就是甲我讲，美国的国防部的智库甲我讲，讲几下摆啊？奇怪呢，恁台湾人头脑到底是安怎想？我拢想拢无，恁的头脑是甲我拢无共款嘛？老爸就老爸，囝就囝，天皇就天皇，政府就政府，日本政府就日本政府啊。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第二条，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听真清楚呢。Japan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无加 S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我甲各位讲，这个所在必决一对呢。我有你甲各位讲，台湾迄当初已经是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啦。因为咱台教育讲，台湾是殖民地，日本去殖民台湾没有错，但是这个殖民是一直到1945年4月1号、4月7日，日本天皇宣布诏书，伫台湾这块土地实施日本宪法，和台湾人有参政权跟参战权。这个参战权足厉害，这个参战权就是效忠天皇啊！我问你，你做兵是为什么做兵？咱只要咱今晚没做兵。马英九喜欢宣布讲，免做兵啊！2014年，因为美国个啊，你不能叫台湾人当兵，当兵是一种效忠的行为，效忠谁？中华民国啊！啊，我都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叫我去给你效忠，你给他占领了呢呢，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美国，咱过了美国讲不
不可以让台湾人当兵，所以伊讲哦，一下子不当兵，哎，我们的防备的各方面的有问题了。因为按了2014年，伊即马被改做募兵制，我甲告伊讲，那改做募兵制，我美国国甲告。你别当叫台湾人做兵的地方啦，你请那个佣军都可以啦。简单嘛，你国外去请佣军嘛，佣兵嘛，卖一个我来请中国人来做佣兵。你看美国要同意无？我跟你讲哦，全世界台湾这个土地绝对照咱讲的这个法律去行，一点都不会打一点点的折扣，绝对没。我等下过去保证。即马台湾这个土地，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伊讲日本，这个日本是表面什么意思？日本政府啦，想要讲日本政府，伫1945年的9月2号，日本伫签迄投降书的时阵呐，有一个叫做日本迄当中的外交官、外交部的部长叫做丛光葵。丛光葵伫迄个投降书内底，伊用什么名？伊的身份是代表啥？代表日本政府加 emperor。代表日本的天皇甲政府，那阵日本政府甲日本天皇是同款的，啊，就免安尼写，就写一个就好啊。因为日本天，伊是代表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所以足清楚的是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啊，这个管辖权放弃这三项，你会甲问讲，啊，若无讲伊是殖民地啊，真简单，我甲你讲，伫1947年的2月10号，意大利条约。内底23条，这个23条讲啊真清楚，意大利 renounce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欠一个物件，什么物件 ？claim 主张，这个主张就是啥物？有主权、土地、有领土的所在，才有这个 claim。因为意大利对索马利亚这个所在是殖民地。所以意大利爱放弃，但是意大利放弃，伊都唔是伊的领土，所以伊无 claim 好通放弃啊。这个、意大利这个 claim 啊，放弃这个索马利亚，所以索马利亚后尾佮交予联合国托管，但是联合国托管，联合国交予意大利托管哦。两当以后交予意大利托管，佮意大利讲10年以后，你爱予索马利亚独立。今日台湾不是殖民地，是日本的领土。国际法里底讲，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日本天皇拥有台湾这块土地，但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里底伊讲啊，日本天皇将国政和国家的证书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就是日本政府。所以即马迄个政府，即、這个日本政府和大日本帝国有共款无？无同款呀，但是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在琉球和在台湾是不是仍然有效？仍然有效，你有听到吗？所以琉球和台湾这两块土地现在被 suspend 被悬置，因为咱即马占领的关系，所以被悬置。但是琉球拄啊开始是美国占领。直接见面，所以这个悬置议啊，在1972年的5月15号，美国将 Okinawa 琉球献给日本政府，会记得哦。这个日本政府和大日本帝国是无同款哦。照道理来讲，照法律来讲 ，Okinawa 爱献给天皇啊，但是即马真简单，即马变作日本天皇委托日本政府托管琉球。所以现在琉球的地位跟台湾一样，琉球现在是日本政府托管，台湾是由中华民国托管，中华民国代替美国来托管台湾，经过台湾的地位就是这样了。现在问题来了，这种的情形在全世界都没有，美国跟我说，你要去想，你们到底要用怎样，你们到底想怎么样？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照美国
联合国1950的时候，12月，迄当阵啊，有两个案，12月3号有两个案，接着美国控告中国侵略朝鲜，这个案联合国通过，讲你中国侵略朝鲜，因为这个案来通过，所以让开罗宣言变无效啊。因为开罗宣言在1943年12月的时阵啊，蒋介石刚答应讲，我如果你把台湾交给我的话，那我将来一定会不侵略任何国家。所以美国引诱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入去韩国，伊马上甲过成立。所以后尾1951年9月7日伫写旧金山和平条约时阵啊，中华民国、中国还是中华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都不被考虑了。你已经违约了啊！但迄个时阵，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是由五宣迄个周恩来说既定的五修权率领9人代表团去联合国控告美国，你侵略台湾，因为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案不贵，所以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联合国已经决定啊。啊，这样有人讲哦，啊，较紧啊，啊，要公民，哎呀，这人家讲吼，哎，人都投票哦，啊，若靠通过说，台湾就变作中国的。新建定先生讲的，伊都无读国际法啊。所以你若国际法，你有读无读？所以我刚讲一句话呢，台湾很主席，这受着中华民国教育的这学者，渐渐化啦。一窍不通啊！那无用战争法来说明台湾的地位啊，用普通的国际法来说明台湾地位啊，上济敢那说明40%还是30%，两年啊，安尼个鬼拢无呀！是啊，那台湾 WTO 加入的时阵用独立关税领域，还是分离关？其实分离关税领域跟独立关税又不一样嘞。啊，什么叫做关税领域？为什么？我甲各位讲，你等于就甲问，林先生，啊，什么还叫做关税领域啦？啊，那迄当阵台湾朋友加入金门马祖安尼四个所在加入的时阵啊，讲也独立关税领域跟分离关税领域，为什么？我甲李先生讲，啊，你唔是迄当，这唔是你签的吗？啊，无啊，迄当阵伊讲我蔡英文签的啊，啊，我问蔡英文讲我也不知道。你看嘛，中华民国这些官员哦，什么都不知道你签咩啦？我跟李廷威讲，我跟你报告，关税领域就是占领区啦。美国跟墨西哥战争的时阵呐，有一个判例啦，就是墨西哥有一个港口，美军占领，伊的老百姓讲要交税金嘛，我交税金是要交给美国还是交给墨西哥？这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决，就是讲这个东西叫做关税领域。啊，那像台湾朋友，这叫做分离关税领域。啊，金门马祖是叫做独立关税领域。相当那台湾是叫做分离关税领域，因为台湾这些东西还过日本的啦。美国清清楚楚，伊不爱跟你讲啊，美国人足害呢，伊大汉拢跟你讲 no。台湾要独立 ？No。台湾要进入联合国 ？No。大家拢 No， 从来不讲什么叫 S。啊，用你家己研究啊。对，用你家己研究啊。所以咱今日就研究出来啊。咱甲美国呛声。我已经研究出来啊。你先上无你台湾的人权爱行我。伊用咩啊行？简单嘛，身份证甲护照嘛。Travel document 嘛，我今日甲今日我不爱出国，原因是倒，我讲我都不是中华民国国民啊，啊，但咱的人，我代表台人去予困在台湾呐，困在台湾，原因是啥？因为我讲我没有护照，啊，美国笑个，啊，你不爱签，我当然嘛不爱签啊，我不是中华民国人，我凭啥签？啊，所以你要想办法，你若个再不想办法，国鬼外国甲你搞啊！你害我伫政治炼狱内底呀，所以美国讲
安尼啦，我用直升机给你载啦。所以是安怎，咱的后壁这个场啊，创一个直升机场啊。我嘛刚刚报别个通知安尼，我们做好了哈，你要来了哈。啊，所以伊嘛即摆真赶呢，四分钟即摆落来，迄、那个四分钟吼、哦，第二期的吼、哦，1000个，伫差不多咱即个月应该是6月10号进行会好啦。啊，即摆第三期过咧进行，每1000分，咱就伊就美国寄来给咱，咱就当发。啊，美国搁倒去啊！哇，这吼，你看，哎，很漂亮。美国，这机啊，你拍你有看无？迄个中国哈，中华人民共和国伫迄个啥？天安门的迄个广场有啊哈？伊个机啊，拢会飘，你知唔知？因为伊个伫这期间内，伊变专利咧。伊个期间内底吼，设计的物件会较盛风啦。咱嘛咧申请专利，你看，咱咧自动会飘呢。哦，啊，咱安怎飘？你敢知？后壁有电风嘛？我们自动会飘。来，台湾人甲这个琉球一样，地位都一样。所以琉球人，美国军事占领，美国有发迄个护照给伊，就这张，这个护照，不是 passport， 叫做 travel document。啊！我台湾哪会无？我台湾嘛爱有啊！啊！我唔是中华民国的人，所以我不爱摕你中华民国护照。各位，其实是顶个月美国已经甲咱讲啊，安尼啦，你来申请啦。咱已经送50份的证件去美国国防部才申请啊，还袂落来就影啦。啊，当然是还袂落来，伊是爱赢啊。啊，伊嘛即马头壳懵一烧啊！我讲，我喊你搁再2个月、3个月，给你时间嘛。啊，你若搁无花，我就搁甲你过。所以呢，咱也着准备武器要死哦。你若准备武器哦，我讲中华民国哦，卖讲啥啦？伊个警察，敢那伊个警察枪嘛比你较济。你何必着武装革命要创啥？所以你看，这独派有阵有人啊，足无负责任的，冲啊，你去死啊！遐大料拢伫后壁，咱的干部从来无讲同你抢，我佮故意讲出来。台湾民众叫无叫同个人去死，唔免去牺牲性命，咱都有法度将中华民国甲摕走。咱直接唔是面向中华民国，咱直接面向的是美国。啊，所以中华民国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家己去处理。你甲看就知影，马英九不是足惊美国的吗？这个民进党，这个推阿面的，甲台南的推阿面啊，美牛，伊就挑工提供资料，搁倒去啊！紧啊紧啊，安尼咱紧啊！我即马歪插伊。这个美牛，而且资料啊，是由国民党提供给台南，甲这个民进党叫因两个站起来甲反对。我老早有讲过啊。在这个事情开始发生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说了，这个中华民国民进党就是这样扣到破裂哦，我保护台湾人的人民的健康，我反对美牛，欧盟400票对11票，美牛可以进去，日本跟韩国都可以进去，独独台湾不能进去。啊，国民党在后面在偷笑，你来看一个拜访 AIT， 改 AIT 讲啥？哦，我们是同意的、啊，是民进党不同意啊，还是推阿扁的民进党？你看吗？到后壁叫修理，我无骗你。所以美国就足气民进党诶，因为人不爱甲伊见面啊，降价啊。你甲想看卖啊啦？中华民国，国民党甲民进党讲，你们要保护台湾人民的。健康呢？爱搞反对到底，结果什么人不反对到底？是国民党诶！啊，国维国等等啊，是安怎美国诶美股一定爱入来台湾？为什么？我问你咧，咱在座啊，你食牛肉，你举手我看麦。
你吃牛肉？我说好，差不多四分之一而已，全台湾差不多四分之一吃牛肉而已，奇怪的，你进口这么多牛肉是要死哦？什么吃的？美国要吃的嘛，美国今天已经2000名进来，我跟各位保证，年底以前最少10000名的美军在台湾，你不欢迎哦？普天间基地19000名，伊讲美国讲，伊干那要留1000名，10000名伫遐，9000名要刷一堆，唔知影。后人要刷美军去基地，讲伊唔知要刷一堆。我甲各位讲啊，大部分拢伫台湾啊。台湾即摆2000名即摆啊，遐人即摆伊若无食牛肉，伊会死呢。伊从细汉就食牛肉啊。啊！若要食好死，予伊日本，予这美国人家己食好死，甲你台湾人有啥物关系？你无关系嘛！啊！你甲禁你要创啥？啊！你家己要食迄较毒的2000倍牛肉，迄个猪肉，你家己去食嘛？迄个国民党毋是提供迄个吗？化验讲，哎，台湾的猪啊，会毒素比牛肉低2000倍啦！哎，歹讲，各位。你甲看咱即马现主席即台湾即政治界吼，在台面上吼，足侪拢是模模糊糊、迷迷糊糊啦，你拢唔知影啦，你所看的拢是表象啦。国讲做怎个？今日日本天皇有台湾即块土地，有对一个条约，讲日本天皇已经放弃，没有。1951年的一月，到1951年的4月16日，这几个月内底，杜勒斯旧金山和平条约下的人，去跟日本天皇见面三摆。日本天皇甲讲，我虽然是天皇，但是政务是首相的办的。东条英机要发动对美国的战争，我无能为力，所以。杜勒斯跟那个麦克阿瑟他们决定说这样日本天皇不用负责任，车什么人开的？东条英机嘛，开车的人负责任嘛，合理啊。所以开车的人抱歉，台湾你放弃你的管理权，但日本天皇没给他处分啊。所以因为日本天皇没处分，所以今天这个土地要给谁的？日本天皇的啊。是美国就说我美国跟你日本战争，啊，这个土地台湾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若真正有一天我要来处理台湾的问题，我会跟什么人讲？日本天皇啊，2010年的12月15日，习近平后任的中国的总理啦，不是总理，那个主席啊。去拜访日本天皇，首先日本天皇 ，no， 日本天皇不能随便跟你见面。习近平去拜托美国，跟美国讲，我一定要见到日本天皇。美国去压迫日本政府，安排12月15日，和习近平去跟日本天皇见面，见面20分钟。日本天皇、习近平跟日本天皇的秘书，跟一个翻译。啊，个另外一个，伊个迄个宫内厅的官员，日本首相有作陪吧 ？No， 行啦。日本首相是另外一个物件呢，另外一个国家共款呢。天皇位置是很高很高呢。习近平见面甲这个日本天皇讲啥？我们现在中国已经有一点钱了，我们向你日本天皇购买台湾好不好？日本天皇笑笑地说，我日本皇家从来没有卖过任何土地给其他人。一鼻子的灰回来20分钟而已，我哪知CIA说的。所以你台湾人还要退，你台湾人不知道日本的这个台湾很主席的地位，
你今仔日话讲台湾主权独立，所以是安怎你也来受训，是安怎来受高级班，是安怎你伫台湾民政府内底要做主管的时阵啊，有一天美国一定跟你谈判，你袂当讲你这里要跟伊谈的时阵，你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会花去啊嘞。日本天皇的土地，你要划建国，你要问什么人？日本天皇啊，业主，那个厝主你要去问啦。你袂当讲你这间厝，互你住住的。你看，你这间厝内底，你中国的流氓政府的人来这家去住，在台湾去住，那在这间厝内底去住。啊，你台湾人往哪住去啊？咱这块土地不是咱的呢，是日本天皇的，咱给日本天皇借住的尔呢。啊！你这台湾人甲中国人拢是这个厝内底，啊来公道讲，啊这个土地上的，敢那领导同款，我是领导甲你税厝，领导租给五人的人来租厝，租出来，阮五人来讲，咱来公道，讲这间厝变做咱的，那我嘛好啊，但是敢无可能？无可能嘛，所以美国讲不可以公投，伫遮啦，观念伫遮啦。台湾的土地有两种人，一种是本土台湾人，甲一种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嘛。啊，你大家拢想无呢？台湾人想不通的。啊，美国嘛，感觉讲很奇怪呢。恁台湾人的逻辑拢足奇怪呢。我迄毋是奇怪，国民党的教育。所以国民党的教育非常成功呢。咱袂当讲洗脑六十年来做借口啦，啊无咱这干部是安啦，啊我是安啦，当然我以前嘛足好读册啊，没有错啊，我嘛真好读册啊，但是2004年，我迄阵为中国走转来，啊我去做环球电视台总经理，啊有一天我去李登辉因家，伊甲我讲啊，林先生你是读啥？我读迄无人伫读个战争法啊。坦白讲哦，我读战争法目的不是要救台湾呐。坦白讲啊，因为要读摕着朴素较简单啊。因为你都要将战争法放喺台湾的地位啊。我要放在台湾地位，都已经有黄兆东、有陈良基，人个写一册、写一册，都写好滴啊。啊，他钓着我，我无呐。你甲放喺内底看卖啊。我甲你介绍一个人，何瑞元，甲我熟识啊。爱住了地方，哇嗨啦！台湾要个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呢，甲遐啦。啊了后，开始我就为迄一天开始，无眠无日开始研究。啊，过美国以后，美国的有关单位开始提供一寡资料给我。所以他们讲，蛮是我搞啦，因为我过美国，所以才有得到这资料。啊，不然你遐资料，他们讲嘛是拢原文呢。你敢若看遐原文，你要我都看完，我嘛歪神。看你目睭烫烫，我无骗你。所以，但是我呢，我是台独啦，台湾独身一个啦。所以有时间，逐天拢在读。啊，台湾的地位，在迄个机密档案来讲的时阵，每一条都会下，每一条都对，每一条都对我好。原来台湾的地位就是，所以现在应该就是讲日苏美战，属日本天皇，但是由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地位就是呢，啊，现在过来，美国讲，过来，您都要去研究，你台湾要哪行？好，你现在答案对啊，国会要哪行？所以台湾我都建国，我都没有办法。台湾安啊，主地，甲日本天皇讲，安尼给我主地。朋友，琉球甲台湾是属大日本国，含这个日本政府，这个日本国是不一样的呢。所以2008年的时阵啊，有人去告日本政府讲，我老爸是日本人，我妈妈嘛日本人，啊，我嘛应该变做日本人，所以我甲日本政府申请日本的国籍，啊，拍个高电话呢，失败。原因是啥？咱你讲的这个日本国籍，不是即马这个日本国的国籍，那是大日本国的国籍啦。所以即马日本想要修宪，伊要修宪做啥？将
即马现主席的日本变作大日本国，哦，向咱学习呢。所以上头的啊，咱伫日本咧讲的时阵啊，真少数的日本人听有，嘛是有一挂国际化的听有。伊讲啊 ，Radio 你讲的，你发现一些非常正确啊。即马日本开始拢来咧甲咱拜访呢。来跟你请教，因为以前我们是通知日本，我们现在给你通知了，真的给我们通知了。所以我跟他过话的这个经过就是说，我们后来我们是有一个民政府，我们有一个总理，但是由总理提名总督，很奇怪，这个制度很奇怪，希望要提名这个总督，因为这个总督要由日本天皇任命啊，希望讲要提名日本的总督，因为日本的总督府的官制，听清楚哦。日本时代有一个日本政府的日本的总督府的官制，到今日为止还是存在。你有听到吗？老早美国人把你设定在这啦，就是要让你有一个总督。啊，这个总督后摆，这个总督是安那？这个总督有可能是啥？台湾人也有可能是什么？日本人。但是这个总督后摆会当，因为这个总督是直接和日本天皇任命，这个真总督会当去管到日本的总理，因为咱比较大啊。因为因迄个总理不是日本啊，是以日本人民所组成的政府啊。啊，你听有无？所以后摆在台湾。咱嘛甚至让要求日本天皇来住伫台湾，你有欢迎无？简单啊！我敢若甲日本天皇讲，日本哦，风灾天，迄个天灾啊很多啦，地震啦，迄个啊，做海啸啦，祖妈咪啦，啊做台风啦，你莫住呀，你来住台湾，来住水月园好啦。我跟你讲，你也看，咱这就是搁行嘞，唔免十年。我跟你讲，目的会达成。去当阵，你敢叫先知嘞？所以我跟你讲，你唔能看轻你家己呢。后摆台湾人足好个呢。你也看，是安怎美国叫日本讲，南海代志你也去插。南海离日本遐尼啊远，你啊看迄地图，迄边的地图倒边，你看哦，迄红色的是大日本帝国啦。南海伫迄个下骹的部分呢，南海上诶，我问你，南海上诶，上诶，日本的天啊，这日本天皇诶，甲台湾拢总中啊，啥讲台湾诶？你知影是1939年3月9号，日本。大帝国的台湾的这个叫做高雄州，都已经将西沙群岛、跟南沙群岛，佮改名字叫做新南群岛，同时所谓都那个命名，你要 announce 向全世界宣布。1939年3月7号，所以南海是咱台湾的，但是台湾是啥的？是日本天皇的。再清楚不过了。去年中华民国的外交部请我去遐食饭两届，请我食饭，伊讲吼，林先生，我知你对这个台湾这个研究真深，啊，我甲你请教，钓鱼台日本叫做神卡库，上野尖阁群岛，什么人的？我甲讲，我讲你听清楚啊，你唔能听一半，我。钓鱼台是台湾的，但是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啊，尖阁群岛像诶，钓鱼台像诶，是日本的呀、啊，这简单啊，国际化就是安尼啊。啊，日本。
本人这个推阿兵的日本人，伊家讲迄个钓鱼台，伊是伫1895年的1月份呐、啊，伊家宣布讲钓鱼台是无人的土地，所以他先发现啊，所以伊家宣布讲迄是伊的。啊，中国伫第二年，第二个月2月份，他宣布讲，哦 ，no， 我这个中国吼，啊，自什么条什么条历史以来，我都已经伫遐，安会袂煞。我你个推阿兵呢？伊当时伫4月17，才过两三个月尔嘛。一马关条约来个日本叫做下关条约，签了讲，即个台湾甲台湾的周边群岛，台湾周边群岛有36个岛啦。所以伊伫咧1895年的6月2号，伊派李经芳，那是李鸿章的第二个后生叫李经芳，含日本的。台湾的第一任的总督华山之际，伫家人的外号横滨晚上点交啦，点交3天3夜啦，所有30个岛，一个岛一个岛点甲清清楚楚啦，迄当阵就包含钓鱼台啦。我你若歹讲这个就好，啊，日本伊可能惊啦，因为我若讲到这吼、個，啊都迄当阵因为战争吼、割让吼、我战争是安怎？所以蒋介石甲咱讲，伫课本甲咱讲，我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有无？有讲这无？有无？会记得无？伊讲伊取消不平等条约，他要袂记哩。我因为参加查查查甲足清楚啊。你怎感觉伊很伟大呢？哦，这人足了不起，取消不平等条约。我甲你讲，全世界所有条约都不平等，哪一个条约是平等的？战争失败。打败仗的人都爱挂土地，爱红，爱背人钱，这是不平等条约嘛？所有世界的不平等条约拢总有啦，迄是因战争的关。啊，你若歪签袂使，可以灭亡。安尼啊，灭亡啊！光绪皇帝干嘛提前个阿里讲你要签？无诶，家己签咩呢？这样简单的逻辑，咱台湾人无法度了解，什么叫做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将台湾平和，天皇对天皇，皇帝对天皇，永久挂念予日本天皇。我跟你讲，三年以前，中国要跟你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日捌讲无？这三年来，你捌听伊讲无？已经无讲啊！他已经不讲说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但是伊即摆讲啥？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 看到贵的。啊，那你的核心利益，哎，那讲核心利益哦，拢记载人讲的啦。你嘛，日本买单发表啊，你买单发表，上海是我的核心利益，归我日本。那买单讲啊，北京是台湾的核心利益，归台湾，干袂使，无法利益上哦，卖讲遐啦。那就碰风啦，无效啦，啊无真简单嘛，无你甲美国搁战一个嘛，美国希望伊战呢，伊无爱啊，啊每一摆拢骗咱啥啦，骗咱台湾人尔啦，哦，我的航空母舰偌用呢，2000万美金买，美国一架航空母舰是59亿的美金，2000万美金的航空母舰呐、啊，我都去拍59亿美金的航空母舰呐、啊，我再操作给你做伊阿姐啦。伊干那去演习，甲迄苏联演习，顶个月尔，赛顿的时阵啊，几架航空母舰，迄、那个升降梯啊，迄、那个从迄个飞机降落迄个哇，迄个安尼碰到乌啊，降袂落啊。阿姨呢出来，弄冒了很大的黑烟呢、啊。我若有游艇哦，我看我比伊较好，我无甲你骗。唔是我哩个闹开啦，伊到今日为止，航空母舰迄个拦截绳啊，迄飞机降落哇，迄尾甲勾起来，互伊卖阁冲起有啊，伊巴都做啦。买袂掉无要紧哦，伊个钢板啊歹去哦，伊嘛巴都做啦。有一本册，我高级班我拢有讲，戴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校，伊讲一句话，
中国的所有的飞机四千架内底，两千架内底啊，无一架原因是中国制啊，无一架飞机战斗机的原因是 Made in China。啊，要跟咱战争是咩啊战啊？伊的飞机啊，每七天都要整修啦。所以每七天的时候，伊都要宣布暂停，我要整修引擎。你知道伊的酒油、伊的战备储油偌久？一个礼拜啦。啊，那也不爱增加，美国甲冻掉呀。美国将中国周围拢甲包起来，因为这不是咱上课的范围。我大概讲就好。中国很主席的出入剩三条路啦。第一条路就是由巴基斯坦啦，但迄条叫美国甲封起来。即嘛剩两条啦，一条是为钓鱼台这边啦，啊，另外一条就是为南海啦。啊，即嘛南海菲律宾吼，足臭钱的菲律宾啊，靠美国啊，伊嘛个封咧。啊，中国不是歹啊，哦，因国内讲啊啦，哦，就是食啦，冒黑烟你话，夭寿啊，弯刀因人嘛无食哦，铁达尼亚嘛无食哦。我这边给看啦，我无跟你骗啦，两千万买啊！咱若大家 QQ 啊，咱嘛有通买一台啦。你知影这台是哈报废？报废啊！迄引擎哦，都已经炸掉、拆掉的。引擎你知影做船吼？迄引擎安那道理敢知？不是开只船拢做好了去倒引擎的，不是呢？迄是要搁拢飞开的时候，引擎在倒了了，再搁夹起来呢？啊，已经做好。人本来伊去拍卖的时阵啊，是要仿做啥？海上旅馆，爱来做航空母舰。哈，什么人？哈，台湾人。啊，台湾人相信破出这大字，嚯，中国武力强大。日本的自卫队宣布，你若敢向台湾海峡内底向台湾甲拍，我自卫队24小时内底将你捕伫。水面上上顶端的船只拢总击沉，啊，有搞无？啊嘛，足有欺骗的。自卫队因为现主席，日本的宪法第九条，和日本人唔敢做航空母舰，伊做驱逐舰，但是驱逐舰足足大只的驱逐舰，其实航空母舰呢，爱航空母舰。啊，无遐大只边啦，那嘛强啦，是啊，伊用 F-35 战斗机啦，直接升起来飞，啊有巧无？啊，即中国一个看，嗨啦！现主席伊有40架 F-35，当然这35是还没有交货啦。不过呢，即嘛日本啊，伊要做啥？日本伊要做 F-35啊，哎，这个。航空母舰伊做6架，2架已经好啊，搁2架应该即个半年内底就好啊。啊，六架做好啊，你中国会凄惨，我无爱骗。叫发动战争，我看。美国一直笑想讲，看伊发动一下战争无？有一个字，我讲给你听。伊个解放军迄人讲的啊，伊讲美国甲讲，即卖中国毋是欠美国足侪钱有啊？有啊？嘛，美国欠中国足侪钱啦。伊个副总统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因遐人甲问啊：“我们那些钱安不安全啊？你会不会还啊？”伊讲哦，绝对安全，我跟你保证。你们那些钱就像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伊讲一等于想想诶，越想越不对呢。你肚子里面的一块肉，吐出来的肉可以吃吗？啊，你不能吃。如果你放出来是什么？是狗屎啊！当年美国欠英国人钱，发生战争，英国人免刑啊。然后美国佫甲荷兰借钱，伊佫将荷兰佮拍走。啊，即摆美国佮中国佫美国佫欠中国钱，遮尔啊侪钱，伊无可能刑，啊，要安怎来做？打一仗嘛，打一仗吼、哦，比刑期较简单呐、啊。会晓无？这个打一仗就解决了嘛？啊，那真正不打一仗，还有什么方法？有啊，印钞票。
所以去年啊，美国的国债啊，叫中国讲你来甲我买，啊，中国我不买，你欠我哈济钱啊，我不买。美国讲啊，你不买没有关系，我自己买。电商刚想想，不对嘞，伊家己去印钱，家己买家己，啊，你不要，我家己买，我家己买，啊，即卖买买，即卖。美国哎，这个中国很想想，你这个美国这个美元这么不稳定啊，我来背欧元啊，结果欧元倒，倒起个咪咪冒冒。我跟你讲啦，这全世界讲安尼较歹势啦哈，拢伫欺负中国啦。我替中国讲话啊哈，但是我一定我无法度替你中国讲话，是说你对我台湾有野心嘛？你若对我，敢若大家拢好朋友，所以你看到今日为止，咱台湾民政府从来没有说中国共产党的坏话，啊，但是中国共产党到今日为止嘛无讲咱台湾民政府的坏话。咱去年十二月二一甲二三去日本的靖国神社，去日本天皇遐拜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今日为止没有发表反对台湾民政府的话。只不过是伫顶个月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时，伊讲我们共产党已经消灭民进党，可是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团体叫做台湾民政府起来了，这个比民进党强十倍，美国军方在后面做后盾。我们不否认呢，咱确实是美国军方伫后边，是安怎？看就知影，2010年的九月七八，伫美国的世纪饭店，天然办酒会，有五个单位来参加，国防部、国务院、司法部、CIA 国家安全会议代表，五个单位啊，相片嘛有啊。所以咱今日台湾民政府伫咱台湾会当讲话，这样啊呛声，这样啊红声，是因为咱有法律去做基础啊，咱无多无钱，一切用法律。咱现在是要过美国呢，过四五件呢，是伊即马较好咧安尼尔咧。我不爱甲呸啊，我若要甲吹伊就欠呢，我不爱骗呢。啊，不爱甲吹有咱的目的啊，你咧算政治，我嘛要甲你算政治啊。啊，美国咱也是算运气真好啦。多都拄着这个马英九周边的这人哦，伫起笑，因伊唔办嘛，伊一直要向中国去挖去嘛，因无想着讲台湾真正的，所以咱看这个报纸对遐中国人是真好呢。后礼拜拜三，咱伫联合报要甲订呢，咱订迄个联合报要创啥？要予国民党予所有的亲拿台湾人去看。台湾的地位到底什么东西啊？咱若讲唔对，你来甲反驳啊，你来甲辩啊。到今日敢若无法度有人话来和咱辩的呢？啊，有人讲奇怪啊，你去订迄个联合报要创啥？我甲各位讲，咱唔是拿军呢，咱嘛唔是日军呢，咱是什么军？台湾军呢、啊？我们是台湾军的、欸，拍手吧！哎、欸，阿侬听讲全拢戆去安尼啊！啊！你们家己叫伊讲我，咱是迄个日军呢，我们不是绿军呢，咱是台湾军呢，好冇？好。他说啥呢？好冇啦？好。啊，冇丢。有一张台湾军的歌，咱即摆话你放啊，咱下课就放啊，台湾军啊。咱即摆去日本去拜寿的时，甲靖国神社，咱嘛拢放台湾军这条歌啊，大家拢穿，赶快日本人惊到呢。卖讲日本人，美国人吓到。美国讲哦，咱们就十二月二十去的嘛，为头到尾拢甲咱翕相哦。美国因迄个 CIA 吼、哦，啊国家安全会议代表拢伫甲咱看咱的看。哇、哦，啊恁这阵吼、哦，拢有经过训练的。所以是安那总理甲恁讲哦，咱拢爱穿哈，咱的西装，咱的穿，咱的制服。所以我明仔哎后日啦吼，后日咱做西装的，哎呦卖甲颠啦。西装哦，有来吼、哦，咱各位吼、哦，我是建议讲吼、哦，咱若要插民政府插较深的，要伫咱民政府执政的时候，要来做行政官员，你即事西装你爱做，
一梳西装是5000元，两领裤、一领衫，啊，分做寒天甲热天的，你爱创个清楚。好、哦，咱普通时出去拢是穿西装，夹尼裤带。咱去迄个叫做即啥南口，去分迄个干将的时阵，咱出动的战车四架，30几个人拢穿西装夹尼裤带。你知影伊遐市场安怎讲？哦，七阵人拢穿西装夹尼裤带去分干将呢，所以咱分的干将无一分伫涂骹。大家都拿到，当然我们不是说看不起人穿水吧，还是部分人，还是吃荤、啊、本人是台湾的文化嘛。不过、哦、那文化、哦、做了久会感啦，口腔癌啦，不好啦。这无，咱这群人都地无啊，穿西装夹尼裤带，要做什么代志，规规矩矩，都这样发力。所以你若看一传媒吼，咱报纸顶嘞，因为迄个电视，包括东森，包括这个一传媒，大声介绍，咱是安怎介绍？有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其实不一定是高级知识分子，迄个西装加迄个内裤带吼，互因感觉讲咱是高级知识分子。看到西装，看到内裤带，吼、哦，高级知识分子，没有错啊。你也要来这受训，你也要来上这个课，你就高级知识分子啊！你知呀？所以我要甲各位讲吼，你唔通叫是讲啊，我来上课三工两暗，安尼我就已经弄足清楚啊！那不要简单啊！所以我甲各位讲，有一本册你一定爱买，《新台湾论》。这本册受训的人是500元。你500元，你减食一个荤哦，减食一两饭哦，都有啊啦。你唔通就是讲我伫卖膏药啦，但是这個新台湾论你若无看吼、哦，你真正你唔知道你台湾的地位，你真讲不清楚啦。你要很清楚的，爱看这个新台湾论哦，这个是一传媒讲的，台湾民政府揭秘的话，各位，今嘛。媒体上台 TVBS 以前给我们报说我们是诈骗集团，报两次我说你还告你还报我谁给你告，报两次就没去了。过来就是东森新闻报得很中肯，一传媒来开始怎样，他不能给你学路啦，他在中华民国体制嘛，他开始说咱这个咱的所有的事情在一传媒里面电视里面清清楚楚，你有看嘛？伊嘛天天说明你嘛。台湾民政府这个底下呐，他会帮我们说明你嘛。哎，无头毛你嘛，头痛的哦，头毛愈来愈少呢哦。哈，啊，在那官网哎，各位恁等伊吼，拢爱去官网注册哈，所有人拢爱去注册嘿。你讲你要写31期，啊，你也不要，你叫你的后生家己从台湾民政府官网。哦，去刺激拍落去，官网就造出来，就是这个，哦。啊，这陈总嘛足嗨嘞，伊做咱第一任的主席，啊，即马已经时间到，伊无做啊。伊讲采访台湾民政府要小心，哎，小心嘛无唔对啦，因为伊惊因遐人袂晓听，袂晓讲，啊嘛是对啦。所以我是安尼甲解释啦，来。今日吼，啊，这节课要上到这，啊，楼下呢有准备点心，吼、哦，啊，较早困的，不过你今日困未去，明仔载你才我都困，因为头一天吼拢困未去，我嘛同款，我虽然40几摆啊吼，啊嘛是拢头一晚拢足歹困的，啊明仔载才会困到真好。啊来，咱今日呢，要上课上到这个所在要来结束，啊，咱明仔载课足艰苦的哦，8点上到10点。哦，啊，還有一个座谈会，哈，8点到10点，啊，明仔是早时8点上课，安好冇？谢谢，来，加起立，加力，下课。